大家好，我是蓉姐。今天来报名考一个驾照，要不然我老公的话，他一个人开车回去实在是太累了，太远了，900公里从我们平乐回湖北，所以我就努力点，赶紧把驾照考了，然后以后我们回湖北的话，就可以跟我老公两个人轮换看车，他就没有那么累了嘛。要进去了，看一下多少钱先。拿我的身份证，真是。哇，哦耶，你好，这样好酸啊！他靠不靠边没？他要换的，要换的。哦，我拿几个？哦，给我，政府分给我。哦，副本呢？还有个副本。啊？还有个啊，两本的啊。然后现在马上坐公交车回去。那个什么，我不是有那个摩托车驾驶证嘛？然后我要考 C1 的话，他说要把那个摩托车驾驶证，要交回给他，他那个交警队。要交回交警队，要干嘛的我也不知道。拿了那个正本副本没拿来，现在马上回去拿。等公交车在这里。跑了两趟，拿来了，跑了两趟。刚才拿正本没拿副本，现在要拿副本。这个啊，哦，得了啊，哦，正常，你刷题得了，好嘞，我帮你摆个一个保险人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，好啦，已经，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开始刷题了，2500多道题。3天能不能刷完？正常的话，刷题大概1个星期的话可以约考。我报的是 C1 啊 ，C1 听说 C1 跟 C2 就是多了一个那个半坡起步啊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像蓉姐这么笨的人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早餐没吃，现在快中午了，先去吃个桂林米粉子。找到上面一点吧，找到上面一点。